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脸猫猫姐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。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易邦动力网讯7月28日消息，近日南极电商与 MUNMU Inc. 韩国签订了合作协议，双方约定通过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分别以 55%、45% 的比例出资成立子公司南极文武。根据合作协议，新公司将独家拥有 MUNMU Inc. 旗下所有网红、艺人在中国境内的宣传、推广、经济、商业合作、品牌打造、个人品牌零售等一切权益，并独家经营亚洲美妆女王 Pony 在中国韩港澳台地区的所有商业活动，包括但不限于粉丝经济变现、广告代言、商业活动、演艺经济等。易邦动力网了解到，韩国 MUNMU Inc. 具备丰富的网红及艺人资源，如 Pony、 金在恩、陈慧明等，同时具备优质的图片、文案、摄影作品、录音录像制品、网络视频等内容的策划与制作能力，以及网红和艺人化妆品、服装、生活用品等可变现商品的设计能力等。旗下网红 Pony 是韩国知名的美妆女王，其打造的妆容兼具实用性、时尚性和简易性，受众较广。 Pony 在 YouTube 和 Instagram 上累计有400多万名粉丝，并于2016年3月开通了新浪微博，目前已有180余万名粉丝。据了解，南极电商原生为地球人都知道的保暖内衣品牌南极人，2015年更名南极电商，借壳新明科技登陆中小板。资料显示，南极电商主营业务为向千万家小微电商及供应商提供品牌授权服务、电商生态综合服务、柔性供应链园区服务，并经营货品销售业务。南极电商最新财报显示，2016年一季度公司营业收入约4257.8万元，比上年同期增长 28.6%，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约1431.27万元，比上年同期增长267.12%。